好嘞，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哥的反应视频。今天呢，小哥跟大家分享啊，华晨宇在下午场被歌迷挑逗会不会跳舞这个片段哈。那这个是合集的，应该是蛮多个场合里面合集下来的哈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赶快来一起欣赏这个有趣的视频吧。开始。你要跳舞吗？我不要跳，我为什么要跳舞啊？我不要跳。很多人喜欢挑逗他，叫他跳舞。感觉现在难不到你们了，感觉我已经快没有成就感了，难不到你们，我好啊！看来我还得再继续努力啊，果然我还不够。争取一下，在第四场的时候，我能拦住你们。跳舞啊！大家怎么喜欢看他跳舞？我哪里会跳舞啊？我昨天我打游戏的时候不是跳舞了吗？那个被。我哪里会跳舞？我。你们看我今天的造型都是弄了一个那种很摇滚的造型，你们让我跳舞，很挑衅啊，很挑衅，超挑衅，很傻的。很可爱。我疯了，台下什么什么可爱，谢谢。那你们也可爱。现在也可以，今天再来一次。哦，那是男生哦。我听到那个美声，接下来要停一下，玩什么？你们想玩什么？哇，这个跳舞，每一场都要跳舞。就会这样的，我一个玩摇滚的人，让我去天天让我跳舞，你这么难到我了。有，还害人家就得拖哎。唱跳歌手应该也挺奇怪的，你能想象吗？我在台上唱《光明的一闪》，光明的一闪，光明的一闪。经典，这个经典。哇，这个片段太好笑了。甩头呢？今天晚上有的是甩的。
又是拖。那边要我拖，那边要亲亲，这到底要什么？要拖要跳舞。我换飞机啊！今天是你们让我换飞机啊！我看到一堆人的手，哇！换飞机，好了。哎呀，真难受！到死怎么玩？天哪！看到死怎么玩？拖呀！又要拖天！天到我都吐了！我再跳舞又跳舞。我跳舞就跟跳那个广播体操一样，完全不会跳。没有什么天想着让一个玩摇滚乐的人天天去变成一个唱跳的歌手。好了。不可以吗？哎呦，好笑 ！OK， 包括这个视频和我们看到，应该会兴奋挂掉哈，真的是太怎么讲，很甜的一种影片，我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反正就是和我们会非常喜欢的一段影片，然后就是互相挑逗的一种影片啊，也蛮好看的，大概其实蛮好玩的，在台上这样聊起来，跟火姐好像已经很熟悉了。其实看完这个影片啊，很确定就是大哥跟火们已经完全没有隔墙，就是完全大家都是融合在一起，特别在这个非常属于自己的演唱会这种场合，已经非常非常的融合了，完全已经聊什么都可以聊得起来。那我觉得火我觉得蛮厉害的哈，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是拖，因为我不是拖就是跳舞。我觉得这两个火们也是守护了很久，大哥也是从一开始演唱会到现在，我觉得也是每一年都被火们要求要做这两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。好，这个影片是看的是非常高兴，真的非常高兴。我觉得大哥里面做了很多动作，我觉得做得很好笑，特别他竟然有办法想到我管理那首歌来用一个舞蹈来呈现的，只来了一点点而已，但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，想到这一点哈，那可见他的脑筋急转弯非常的快。好，那今天的小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大家非常的开心，好不好？拜拜。